欢迎收睇黄昏天气节目，我是庄思玲。一道云带今日覆盖住广东沿岸，我们望出去都是比较多云的，不是很见到阳光。各区的最高气温就是介乎23至到26度。接下来的天气会有些变化，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，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稍后抵达华南沿岸，而且星期五和星期六都会影响着我们的。至于今晚和明天星期四的详细天气预测，会是大致多云，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1至到26度。风方面是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，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我们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气温都会稍微下降的，市区朝早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左右，新界会再低几度的。天气会凉了，大家记得要着够衣服，不要冷亲了。天气就和大家看到这里，再见。